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仔啊。今天来到东方明珠区，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笋盘啦。首先介绍一下东方明珠区先啦。东方明珠区就是邻近拱北连接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唯一区域。东方明珠区都有一个重大的发展，已经超过一万户的住宅，咁消费的人群已经达到三万人噶啦。嚟紧在沿海的地区咧，政府有一个重要的发展，所以呢一个区域咧嘅发展系会越嚟越大噶。咁主要今日咧系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东方明珠区嘅一个单边铺位。咁铺位嚟讲，东方明珠区可以卖嘅铺位系唔多嘅。呢度咧总共咧就有138间铺，咁可以卖嘅铺位五隻手指都可以数得晒噶。嗱，咁铺位就有五间可以卖啦，但系单边嘅铺位咧，呢一间就系唯一一间噶啦。呢一间铺嘅门面咧系相当之阔噶，你可以睇下呢一边嘅，大约系7米。再睇下呢一边，呢边系有5米噶，楼底咧都相当之高嘅，就有5米高。咁东方明珠区嘅铺位咧，佢系有佢嘅优点嘅，佢嘅优点就系一平面。咁买翻嚟嘅买家咧，可塑性系非常之大嘅。咁仲要正对面咧就系浸信中学。咁除咗可以做到呢一区嘅人群之外啦，仲可以做到学生嘅消费人群。咁而家咧呢一间铺咧就系800尺嘅一平面，讲紧开价咧都系1680万啫。咁所以呢间铺喺同区嚟讲咧系可以做到单边，仲要系2000万楼下，回报率去到2.5厘，真系非常之抵嘅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即刻打电话给我预约睇啦。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们，想知更多市场资讯关注我们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